好，那这一题呢是要求函数 f(x,y) 等于 log， 好 ，natural log 2x 减 3y 在 2,1 这个不是很吉利的数字啦齁，在 2,1 这一点的线性展示 ,lsy， 然后而且要估计这个函数值 1.95， 1.03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双变数函数 f(x,y) 呢在点 ab 的线性展示呢，好，它长这样 ,lsy 等于函数值加上对 S 偏为 AB 代入乘以 X 减掉该点的 X 轴坐标 A， 加上对 Y 偏为之后 AB 代入乘上 Y 减掉该点的 Y 轴坐标 B。 好，那如果说 CD 这个点呢在 AB 的附近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用 LCD 来估计 FCD、okay。 好，那所以说我们知道啊，如果你要找线性展示的话，你要先去找出在 AB 这点的对 S 的偏导函数跟在 AB 这点对 Y 的偏导函数。好，那因此呢给了 F 之后呢，我们就先算 F sub X 跟 F sub Y。 那对 X 偏微的时候，我们就把 Y 当常数，好，把 Y 当常数来看，那 log 2S 减 3Y 对 S 偏微会得到 2S 减 3Y 分之1，里面再对 X 偏微一次会得到2，对 Y 偏微呢就是 2X 减 3Y 分之1乘上里面对 Y 偏微，那对 Y 偏微的时候就把 X 当常数，所以里面对 Y 偏微呢会得到负3，所以是 2X 减 3Y 分之负3。好，那有了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点带进去 F sub S 21， 那我们带入分母是4减3会得到1，好，1分之2会得到2， F sub Y 21一样4减3分之负3，那我们得到负3。好，那因此呢函数 F 在点21的线性展示，那我们把它写出来，就是在21这一点的函数值加上 F sub S 21乘以 X 减掉 S 轴坐标2加 F sub Y 21乘上 Y 减掉 Y 轴坐标1。好，那 F21 我们把它带进去， F5 在这里，好，大家看，好， X 用2代入会得到 2S 等于 4， Y 用1代入会得到 3Y 等于1，所以 F21 呢会等于 natural log 1，也就是0。好，所以函数值是0。那加上 F sub S21， 那我们刚算出来结果是2。乘以 X 减掉 2， 好，那我们就把它照抄。再加上 F sub Y21， 那我们刚算出来结果是负3。乘以 Y 减掉 1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，就是2倍的 X 减2减掉3倍的 Y 减1。好，那这道式就是我们的线性展示 LSY。好，那现在呢第二小题它要我们去估计啊 F1.95 1.03， 那因为 1.95 1.03 它其实跟我们刚刚的点21、哦、它在我们刚刚点21的附近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、哦、这个我们就可以用 L1.95 1.03 来估计它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所以在这边啊F1.95 1.03， 我们现在就用 L1.95 1.03 来估计它。好，那 L1.95 1.03 我们就把它代入，好，这边 X 用 1.95 代，所以是2倍的 1.95 减 2 减掉 Y 用 1.03 代入。好，那 1.95 减2会得到负的 0.05 乘以2是负 0.1， 那 1.03 减1呢会得到 0.03 乘以负3是负的 0.09。 好，那两个负 0.1 减掉负 0.09， 我们就得到我们的估计值是负的 0.19。